别管我，什么叫手指头一直抠？喇叭，你在性骚扰我吗？我很认真问一下聊天室的其他人，请问喇叭这段话是在性骚扰我吗？有吧？大家都有看到吧？大家有看到吧？我房间墙壁上面有一只蜘蛛，怎么办？这么大只！哦，我也不太喜欢它哦，它在这个方向。我认识它，有它还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抓它去马桶了，所以它没有被我抓走。原来那一张卫生纸里面没有它，它在我房间长大了。他开始要跑到荧幕后面，我看不到他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不知道躲在哪里看我发疯哎、欸！我真的觉得他有可能跳我嘴巴，我真的觉得有机会。我跟你说，他如果跳到我身上的话，我真的会崩溃。哦哦哇！那个蜘蛛现在在我荧幕上面，我不想活了，我真不想活了。看，我真不知道，他还在走，他还在探险，我要疯了，我真的要疯了。他在那里耶、欸，他要去哪？他往下走了。我不敢打他啦！他等一下打了他炸出来怎么办啊？不要，不用拿推了好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长大了。他如果有卵怎么办 ？God damn， 他不知道去哪了。哦，看到他了。我靠，他露了一只小脚出来。不见了，好，暂时不见了，我可以回来一点。我刚刚下一个，我头发都炸毛了。请他喝酒，是吗？他会疯掉吧？鬼灭之刃看假的吗？去拿刀砍啊！看他的脖子，他的脖子很难找哎、欸。把他关起来就能掌控他了。没有东西可以关的、啊、哦，他上来了。看好，他现在好像面对我，他现在是面对我还是背对我？他现在面对我，他现在正在找下一个着陆点。我觉得我现在正跟他四目相交，兄弟啊，不能把他吓跑吗？你说话，哈，我要用气功，吼，吼，不行，他不怕我。然后对不起，我平常应该多修炼一点，我的掌风不够。生活五连鞭，生活哎、欸，那个叫生活闪电五雷鞭。你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都是三维的啊。哎呦，都是三维的啊。哎、欸，上侧下很丢哎、欸。我打一个，连五鞭啊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哈哈，上侧下超屌哎、欸。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雷柱，对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他是雷柱，很有东西耶、欸。我是说真的，他上特效超有东西耶、欸，他上特效的话真的是有点厉害耶、欸。你是说他有东西还是特效有东西？是特效加他上有东西，我觉得是他蛮不错。他说你 VOD 还会传 YT 吗？会 ，YT 还是会上片。YT 还是会，但我想要上一些比较多生活上的。
游戏影片可能要等我开始玩 LOM 之后再说。圣诞节聚会要 dress code， 就身上一定要有红色的配件，衣服也好，鞋子也好，饰品也好，画脸也都可以。哎 ，Finding Paradise 是那个，他框框里面没字是正常的吗？他这个是这应该不正常吧？这就有点麻烦了。如果他真的没出现的话，哦，要关台咯。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。等一下，我要把呜。可是我没有一万点，我在想我要把我摆在哪里。哎，你们吃东西之前会先闻吗？就是你们拿到任何东西都会先闻吗？我超爱闻东西的，我不管拿到什么东西，我都会先闻。哎呦，你有点臭，阿皮，你要洗澡了，完蛋！哦，我都没有给过阿皮洗澡过，哎。你不要给我甩菜哦，你一脸就是你没有要洗澡的意思哦，你要洗澡了。我要带你去洗澡了。我超喜欢闻东西的，我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闻东西是字典，字典超香。你还挖一边不行，你一定要给我洗。已经三秒下，你是狗吗？我真的超喜欢闻东西的。阿皮变黄了，阿皮你变黄了。凯乔，凯乔，请问你在讲一个很烂的笑话吗？我之前。我们那时候小组要论文发表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要上台讲话，然后是我上台演讲的，因为我不怕演讲。然后我就上去讲一讲，讲一讲之后，我发现大家都有点快要睡着，或者是低头没有在听我讲话，然后就故意踩地板，然后很大声讲话，然后他们就全部垮醒，哇，好爽哦！哎，超好玩，好不好？超好玩，真的，你们真的有机会，有机会一定要玩玩看，因为死大学，我跟你说。死大学生最怕两种，一种就是突然被吓，第二种就是你在喝水突然很安静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他们要被叫起来了。兔子出来，土拨鼠怎么叫啊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刚刚那个太高了，土拨鼠我要再厚一点。啊！拜托别管我，什么叫手指头一直抠？喇叭，你在性骚扰我吗？我很认真问一下聊天室的其他人，请问喇叭这段话是在性骚扰我吗？有吧？大家都有看到吧？大家有看到吧？还敢乱抠啊？还敢用抠这个字，敏感呢、欸？我们这一台这个抠字很敏感呢、欸，首屈啊，首屈这个字很敏感哦、喔，真的不能逼耶、欸。真的不能逼耶，真的不能逼耶！手机叫手机，你们不要逼耶！不能逼，不能逼！真的觉得很好笑耶！不能逼，不能逼！我觉得超好笑，真的不能逼，超好笑的，手虚手虚，不能逼，不能逼，是怎样？今天是我的退休日，是不是？大家怎么舍不得我？奇怪了，今天我退休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本人都不知道我今天退休。Hello， 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晚安，拜不拜不拜不。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， 瑞比列车长，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。